希望佢快啲醒我入翻去，但系我都明白，我走咗咁耐，佢都未必咁开心嘅。我今年四月尾翻咗英国嘅，我本身翻去系整翻我个护士牌同埋我间屋我要租出去嘅，但系我翻到去有几个问题出现，令到我翻唔到嚟咯。有啲亲戚唔舒服嘅，所以我要留低内地喺嗰边。同佢陪佢哋咯，我覺得做嘢係好緊要嘅，我好中意做呢份工。不過有時有段時間，如果真係有親戚唔舒服，你一定要陪下屋企人咯，係好難嘅。我都唔係好想喺嗰邊咁耐，唔知道下次有冇機會，所以一定要喺留低喺度。我好對唔住，其實我都好唔想，希望佢快啲醒我入翻去。但係我都明白，我走咗咁耐，佢都未必咁開心嘅。之前喺外匯街，我諗我都做咗六七個月嘅。我覺得好好啊！你日日翻工咧，係好似真係去玩，因為你次次拍嘢 ，OK， 你要做功課嘅，因為我唔識睇中文字，一定要寫曬啲拼音。但係你入嚟個氣氛好開心，大家都好，你拍嘢嗰陣同埋唔拍嘢嗰陣，大家都係好 close 咯，好中意同佢哋傾下偈。第一次自己做生意嘅，但系我細到大我都跟住我爹哋同埋我姑媽姑姐佢哋全部都做生意嘅。我諗我出世嗰年我都已經喺間鋪喺度咯，因為我哋之前我哋有間鋪喺下邊，我哋住上邊，所以我出世到而家都係做生意嘅，都係睇住人哋做生意咯。我爹哋都有幫嘅，但係我媽咪個。Auntie 是很厲害，她上年過身100歲，她教我怎樣投資，怎樣做生意，我每次見她都很想教我怎樣做好一點。她覺得如果你留下的錢在銀行上是沒有用的，因為現在的 interest rate 是很低，所以你很難會真的有多些錢在銀行上，所以她說你不要 keep 錢在你的銀行，你一定要投資了。三隻狗在這裡，但 我想我媽咪她都會不停在這裡，然後回英國回來回來，所以 她不可以太長時間時間唔同我一齊嘅，即係所以而家你就隔離政策改咗，你咪好開心？好開心啊！隨時想過嚟，佢咪可以過嚟咯。之前都好唔開心嘅，因為你要諗 ，OK， 佢過嚟，不過要揾隔離酒店，又啲飛機又好貴，又要等好耐。但係而家如果我有咩問題發生，佢可以即刻飛過嚟，同日見到佢啊嘛。因為我媽咪係我最大嘅 supporter， 所以我好唔中意佢咁遠。